徐新文，徐新文，我爱你，对你真心可问题，我不能不能没有你，徐新文，我爱你。新年快乐！我不想休息，因为我想要赚钱啦。Money， 我爱你，因为我唱 Money， 我爱你。唱越多赚越多 ，Money Money 我爱你。我的新专辑呢，为什么叫 Money 我爱你？因为我是符合时事的，就是两年没有赚钱，没有收入，然后都在家里蹲，那就我的心情，然后也是大家的心情。大家现在需要的是什么？钱。健康。对，好也可以啊，健康健康我爱你。我真的很爱赚钱。我老公说：“哎，老婆，你可以休息吗？过年多陪家人。”我说：“有啊，我除夕有啊，我初二有啊，或是我如果是初三、初二有秀，我就会延初三便回娘家。因为小时候穷怕了，你就觉得没有安全感。最近又被取消了好几场，很难过，就是觉得很可惜的。过年都在干嘛？我们要回我们家，我们老家。”恒春，然后通常呢回娘家不是都初二吗？但是我们除夕就要回去恒春老家结束之后呢，然后初一就一起，或是初二就回我家，而且我们都是通铺，我姐姐跟我妹妹他们就全部睡一间，然后小孩就全部睡一间。从哎对、啊、那姐妹的老公呢？姐妹的老都混在一起啊，就是、啊是哦，对啊，晚上想要恩爱怎么办？我不行，就是你不能，可以自己啊，你一定会讲惊分手，啊，袂当出声，谁敢啊？就算我跟我老公都没有人，只有我们两个在家，我们也要很小声。做那件事我很小心，因为我邻居跟邻居很近，所以我们都挑白天。我曾经有想过，想说要不然就去装隔音的，可是好多钱了，算了。好，下一题。他还要生吗？啊？那现在还有要拼吗？就顺其自然啊，没关系啊。你也可以当小孩，小孩我爱你。对，小孩 ，baby baby， 我爱你。你今年有什么新希望？可以开小巨蛋啊！我现在可以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相信我可以。因为这样，我已经瘦下来。没有，是为了要去小巨蛋瘦。是没有啦，我是为了代言费。Hello， 徐新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广琛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虎生风。